现代社会，现实社会，人一时风平浪静，已经提升至人几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已经提升至退几步海阔天空。世界变了，社会越来越无情无义，雪中送炭远远不如落井下石。做人做事要懂得天高地厚，要知道天南地北，自己做了决定，自己做了选择，就不要埋怨，埋怨做不了大事，也于事无补。人生最怕的是迷茫，失去了方向，迷失了自己，往往找回自己的时候，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。人生的旅途中，遇到瓶颈是一种提升生命的开始。善济医社义务执行主席拿督司李卓顺发太平绅士与您分享。